如果你们今天是来学会一些陌生开发，或是说提问式行销问问题的方式的话，其实你要从自己身边开始，就要开始去做这个简单的训练了。为什么？学会观察的好处是你会知道对方的反应是不是排斥或害怕。有时候你要针对对方的需求去处理。那怎么针对对方需求？就是问问题嘛。你要针对他的需求去解决他的问题。一间考试的时候，考试卷上有是非题、选择题跟申论题，请问你会先做哪一题？先拿分。是非题。是非题嘛，对不对？对啊，像这个你说的这个是不是申论题？比较难嘛，那我还不如先跳过它，我去处理其他的。你先去找是非题来做，大家可以学会就是说用问问题的技巧。对，因为你问问题的方式只是目的是解决他现在的问题，那基本上解决问题，对方基本上就成交了。接下来我想问两位刚加入的新伙伴，好，现在呢，我想要问你们简单几个问题啊，请问一下 Ryan， 今天你们上完一个提问式行销的一个课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 ？OK， 我觉得业务工作的话呢，提问真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我们人生下来到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与人沟通，那做业务的话就更需要沟通这个能力。那提问式呢，可以让我们更精准的能够获取到我们所需要的资讯，所以我觉得把提问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变得是一个自己的能力的话，那往往我们开发客源或者是我们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都能够得到更精准的答案跟资讯，这样子。那个大宝你有什么看法？因为我本身有做过业务嘛，那我认为提问式行销帮我个人省了非常多时间。什么意思呢？你可能在以前的业务，因为为了很长的、很大的一个佣金，你可能要跟别人广告三小时。可是我们用提问式的方式，我们可能五分钟就知道他有没有这个需求，你可以很精准的知道他到底想不想要。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课程是非常有帮助的。你觉得怎样可以缩短时间，知道对方想不想要？就直接问他说：“你有没有听过？”那想想了解啊，我可以影片寄信给你啊之类的。那很多人就是会一直在绕圈圈，会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什么什么，再绕回来，然后结果他跟你说不刷牙。你的意思是比较针对的问题，直接单刀直入这样子。对。OK， 好，很好。那我在想要问你们两位新朋友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加入爱动物？我会加入爱动物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因为我觉得竞争力提升的话呢，那能力就会提升，能力提升的话，那未来的生活可能和同侪之间啊，还有将来的生活品质都可以大幅的提升。那当然包含我自己，也包含是对家人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及如果之后真的业务工作做起来的话呢，收入是可以自己决定的，那收入自己决定的话呢，相对来说以后也可以回馈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那至于为什么是爱多美这间公司，因为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如果说一般创业的话，那可能要砸下非常大的资金。但是爱多美加入只要50块而已。然后再来第一个部分是呢，因为未来真的是一个物联网跟互联网的时代，那爱多美真的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百货。那我觉得如果网络又能够结合组织行销的倍增，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好好掌握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第三个呢，就是我明年就要开放这个中国大陆跟越南的市场的。那这个市场一开放的话，真的是不得了。所以主要就是因为这三个关键，让我选爱多美。对，好，那你觉得会提升哪些？第一个能力的话，一定就是今天上的课程，这个提问是精准度的这个能力，提问的能力。那第二个就是销售的能力。销售能力是。那销售的话，在爱多美不一定是卖产品，我觉得可能是卖观念。那我们如何能够用提问的方式呢，更精准的知道这个是对的人，那我要如何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呢销售爱多美这间公司这么棒的观念给他。 OK， 好，很好。那大宝有什么为什么当初加入？我觉得很简单啊，是因为我以前业务工作，对来说很简单。我以前业务工作它需要很多的技巧，要花很多的时间。对，那基本上你要东奔西跑，确实，但爱动美不用，很简单，就是网络超市，你不用什么多话术，你甚至一通电话你就可以成交一个客户，而且他可以是真正的被用户，很信任。
没有，不用重销，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棒。就是你觉得别人不会说浪费太多时间在一个错的，可能未来是错的人身上这样子。你目前的看起来台湾连台湾都还没饱和了，那重点是明天。啊，不是明天，明年中国大陆要开放，那我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太完美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就只要50块。时机点很好嘛，你的概念应该就是时机点。对啊，那看不懂的人真的就比较可惜啦。那看得懂的话就是很棒，要把握住，说不定你的未来就真的可能就不一样。嗯，对 ，OK， 好， yes. 好吧，那我们今天影片就稍微简单的分享到这个地方。